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感篇汇编，请大家翻开汇编第385页。那么今天所学的这个京剧呢，是对感篇上卷所有劝善京剧的一个归总，就是在前面太上老君对所有我们应该行的善做了种种的劝化之后呢，那么这是种下的善因。那么接下来今天讲的这四句话呢，就是结的善果，这五句话还有接下来的后面两句也是，就是总共会有七种善的果报，是因为前面所行的善因所感得的。那么我们现在下面来一起读一下这五个经句。人杰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那么第一个果报就是人皆敬之，第二个果报呢是天道护佑之，第三个果报是福禄都跟随着他，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所有的邪鬼邪神都远离他，第五个是所有的神灵都卫护他。我们来看一下汇编当中的开解。善者人所固有一处变动，虽是迂夫愚妇，若闻一善事，必定大家称扬，凭你极凶恶，见了善人也不敢相犯，盖良心之发自有不能移者，敬之而言人皆者，必其人之道德真有可敬，无一人不然也。那么这句话就是说人人都会尊敬他，因为善心呢是每个人本来就具足的，就像三字经里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只要人的善根一触动便会有所感应，虽然是迂夫愚妇，但是如果听到一件善事，大家必定都会拍手称叹，任凭你如何穷凶极恶，见到善人也不敢去侵犯他，这大概就是良心一受启发自然就不能停止。说是每个人都尊敬这个人，一定是他道德真有可敬之处，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敬中十三祖印光大师一生所倡导的原因。印祖一生啊，他并没有大力的提倡大乘经典的教化，完全呢致力于因果的教育，尤其是三部经典，第一是了凡四训，第二就是感应篇汇编，第三呢就是安世全书。那么这三部经典呢，儒家的传统化经典都是讲因果的。了凡四训是袁了凡的家训，里面一共是四部分啊，讲的也是这个善因果报的事情。那么感应篇汇编呢是道家的经典，讲的主要是太上老人君劝化，分卷上和卷下，卷上呢是劝善，卷下呢是止恶和归恶。那么安世全书呢主要是朱安世先生啊写出来借邪淫的，那么前面也有文昌帝君殷志文，后面主要是劝邪淫啊的这样的劝善文。那么这三部经典印光大师一生印了很多，那么正如朱安世先生所说的，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
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如果每个人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都相信因缘果，那决定不会作恶，天下自然不治而治，一切呢都会导归到伦理道德这样的规范之途。那么相反呢，如果人人都不相信因果的话，那么天下的乱呢也就自然开始了。他不信有什么果报，所以随便的造恶，任由自己的恶性呢就这样的发挥下去。所以感应篇汇编的讲解、学习和宣传非常重要。我们在去年最开始感应篇的头几集里就讲到，也是感应篇汇编里写的，那么很多人在劝化广泛流通感应篇汇编，本身呢就会有很好的感应果报，劝人向善，自己必定有好的果报。我们有一个同学是一个小花那么他刚刚写完的八月份的学习报告交给我看了，我看了也是很感动这也是触发我呀，提起精神继续讲感应篇的一个动力。因为自己呢去年一年确实体力透支特别大所以一直都想好好调养一下。那么讲课呢其实很耗体力，有的时候也是提不起气力来。那么这个同学给我的报告看了让我很触动。他讲的呢是他的姨父是不信佛的，那么从事的是杀生业是一直是打鱼卖鱼好多年了，那么身体也不好。他的母亲呢就是劝他这个姨父就是要学佛，姨父也不听。结果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这个小花呢就把我讲的感应篇的光碟就给他姨父看，那么他姨父看了呢就突然很受触动就一直看了下去。看了一个多月之后呢就跟那个家里人说这个陈静宇老师在感应篇里讲做什么事情都有因果，尤其不能杀生，所以要改行，所以就弃恶从善，不再从事卖鱼捕鱼的行业，改做别的事业，这对他本身也是很有好处。所以我们在社会当中呢，我们自己认真学，也呢广泛的劝所有的同学都要来学习感应篇。因为只要我们造了恶业就一定会有恶种子，反过来善因的种子也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业呢它会增长念念都在增长。就像我们睡觉的时候，你阿赖耶识里的业识种子也是在增长，没有停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半月半月要出罪呢如果我们可以天天出罪的话，那最好是天天都忏悔出罪。你看这个持戒的法师，他一有过错犯错了，他就找这个比丘大德互相对手忏。沙弥师父也是这样，马上拉过来就对手忏掉。对手马上忏掉的意义呢，就在于你的恶识的这个种子不再让它增长，否则你不去忏它的话，它会一直增长。那我们呢没有那个福报我们只能是半月半月这样出罪。那大家如果很有善根，也可以跟同学对手忏，因为有的罪是可以对手忏的，比如说同是菩萨戒的同学就可以对手忏亲垢罪。那有的小的罪呢可以在佛前来自治，就是佛前发露忏悔，及时给他忏掉。那么在大宝积经当中也说到，假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获益时
果报很自受，就是所有的因缘果报都是我们自作自受而来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做善的果报，第一个呢就是人皆敬之，下面呢举了很多例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里所举的公案。宋司马温公至富阙也，见者以手加额，随所至民遮道曰：公勿归落，留向天子，活我百姓。那么司马温公我们都知道就是司马光啊，因为他一生成就很大，所以被皇帝册封为温国公，大家就尊称他为司马温公，是宋朝的宰相。那么宋朝的司马光他被赐封为温国公，当他到皇宫普任的时候，途中看到的人都非常的欢喜庆贺，随他所到之处，百姓都聚集在道路上说：请您不要再回洛阳，就留在皇上身边当宰相，使我们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吧。啊，这是百姓啊发自内心的对他的赞叹。就像我们现在习主席也是这样说的，很多外国的总统非常的赞叹习主席在出席海外的时候都是得到最高的礼遇。啊，因为习主席有一句话就是这样啊，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方向和努力的目标。那我们学佛的同学更要有这种善心啊，世间法叫善心，我们学佛的人叫菩提心，观无量寿经里叫至诚心，身心和回向发愿心。我们做所有的善事啊，最重要的第一点，发心要殊胜。如果出发心不殊胜的话，所谓因地不真呢，果招迂曲就麻烦了。你做善事，你的动机是不纯正的，所做的善事的果报呢就不好。所以从这个一发心的时候，就要发广大菩提心，愿一切众生皆得成佛，自己跟一切众生是一体的，发起这种大慈大悲之心。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果，还没有见到我们跟众生是一体，但是我们仰信佛陀的话是真实不虚的，佛所言啊，我们确实啊是一体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呢，自己就要努力的去提升啊。当你做着做着，做到最后就能体会到。那么第二点，除了发心要殊胜呢，就是要所行的时候智慧要殊胜，这是我们做善事的时候必须要记得的。智慧殊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善事不能着相，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提起三轮体空的空性的智慧，内不见有我，外不见有人，中不见有物。做任何一个善事呢，都不把它放在心里，随做就随了。如果你做这些善事呢，自然而然你将来就感得的果报是生三善道，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殊胜的功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么我们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不合适了。所以大家在行善的时候要努力的提起这种空性的智慧进行关照，当你所行的善事越广大，发心越广大，空性的智慧提升的越猛烈的时候，慢慢的你就看破放下，自然然的就能够入很自在的念佛三昧当中，你就只见到这一句万德洪名，不见得有其他事情，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化为一句佛号，回归极乐世界，庄严佛的无上净土，这是我们应该了知的。那最后呢，就是回向要殊胜。我们的回向是回向所有众生成佛，也回向自己成佛。
那么回向呢，是念念都不要忘的。当你都回向了，自己也就不求了。否则的话呢，你就会求我这些善事是不是自己的家庭要好一点呢、啊？或者是财源要广利呀、啊？或者是自己要得到什么样的现世的果报？这些呢，都是眼界狭小啊，没有看到真正的宇宙人生的真相。你看透了，你就不再执着这些了，那就不会去求。那么宋朝的司马光啊，这是百姓对他的爱戴，后面几个都是啊，都是举的宰相。第二个是刘大健，刘大健之在朝也，天下无不送其忠。傅文忠策剪天津桥，随观者视为之空。徐杰孝卢木淮阴里，城中人日往致敬。少康节出游，市民无不道喜而迎。那么刘大健就是宋朝的刘安世。那么他在朝廷做官的时候，天下百姓也没有不歌颂他的忠心的。傅文忠公就是傅弼。那么傅弼骑着驴慢慢走到天津桥时，跟随他后面观看的人很多，有如万人空巷。徐杰孝先生就是徐基，宋朝山阳人，三岁时丧父，因为父名为石，终身不用石器，走路遇到石头都回避而不践踏，视母至孝。与母亲过世后，在淮阴，就现在的江苏的地方，结庐守墓三年，城里每天都有人前往致敬。邵康节先生外出时，读书人和老百姓看到他，无不急忙争相迎接。那么其实这些人呢，都是忠孝的代表，在朝廷为人忠，为君忠，那么在家里呢，为子孝。我们在讲到今天呢，大家可以把感应篇汇编呢，手里如果有的话，我们翻到最前面，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好，我们打到第二页，看目录啊，从目录看起。那么，在感应篇汇编啊，起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感应篇的总纲。那接下来呢，在第二页啊，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句金句，叫世道则进，非道则退。那么这八个字呢，讲的是深信因果，善知取舍。就是你学完感应篇，你要知道哪些是世道，哪些是非道。那么世道你就要努力的进取去做，非道呢就是不应该做的，你就要马上呢退避开，这是一个人的智慧。那么再下来金句呢，是不履邪径，不欺暗室。那么这八个字讲的是断恶，断恶总归到这里，就是这八个字，不履邪径，不欺暗室。不履邪径是对外，不欺暗室是慎独，就是当你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要能够守得住清明。那对外呢，在外面啊，要走正道。那么接下来这后面这八个字，积德累功，慈心于物，这八个字讲的是要行善啊，就是断恶行善。那么下面忠孝有悌这四个字啊，还有正己化人啊，这八个字讲的是对普通人我们正常应该怎么做。那么为人臣要忠，为人子要孝，为人友呢
啊，为人有要做到有替，那么自己要端正，以便能够教化他人。那么接下来讲到对弱者要能够矜孤恤寡，敬老怀幼，对动物要能够昆虫草木犹不可伤。那么在总体做到以上这些方面之后，还要特别的注重做十件善事，十大善事。那么这十个善事，第一个就是对待他人的善恶，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呢？我们的态度是亦悯人之凶，乐人之善。看到人家行凶恶的事情，我们要起怜悯心，觉得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教化，很可惜，将来果报都不好。那么对他人的善呢，要非常欢喜，随喜赞叹。那么第二个呢，对他人的危急的态度呢，是要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到人家有急难危险，要伸出援手，要能够积极的去相救。那么第三个啊，对他人的得失是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要幸灾乐祸，看到人家有问题很欢喜，这就错了。看到人家有成就啊，自己不开心啊，这也不对。要能够非常的随喜赞叹。那么第四件事情呢，是对他人的短处是不张人短。第五件事情，对自己的长处是不炫己长。第六件事呢，是对自他的善恶能够做到恶恶扬善。第七件事呢，就是推多取少，这是指在财力上啊，财务和利益上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推多取少。第八呢，受辱不怨，是在遭遇到屈辱和逆境，种种不顺心的情况下，自己能够不怨恨，不抱怨，不放在心上。那么第九，是在遇到顺境的时候，遇到非常欢喜如自己意的事情的时候，要能够做到受宠若惊，这是第九。最后第十，对自己所有的付出要能做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这是这十大善事。那么在这十大善事的基础之上，所谓善人，那么第一个果报就是人皆敬之。就像刚才这里讲的司马温公、刘大健、富弼等等这些人。那么人之心目若此，天意感格可知，苟非时有可敬，何能感人以至于此耶？树公盖生则为相为师，莫则为神为明者也。那么这句话是分析说，人们对善人欣喜羡慕到如此地步，那么上天感动的情形如此也可以了之。如果不是实在有令人可敬之处，怎么能够感动人到如此地步呢？而上述这几位善人在世的时候，不是为官做宰相，就是为人做老师，死后也都会变成神明。这是这句话的总结。那么我们正常呢，人的内心呢，真正的都是渴望善的。怎么样才能护持住自己的善根，让自己的善根念念都让它增长，自己的恶根呢不让它起来，能够在生活当中的一切境界当中啊，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要明白，要常常发愿，
希望一切众生都远离痛苦及痛苦因，恒时一切都具备一切安乐和安乐因。你常发此愿，常想此愿，随缘能够尽己全力做这样的事情，必然会自他两利的。因为从事实真相上来看，我们外境所面对的这些众生，就是自心所体现的映射，一切法都是自己心现出来的。那么你希望他们欢喜，自然呢自己也欢喜。相反呢，如果你希望他们苦难，你当然呢也就植入苦难的因，自己将来也会受罪。这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那么这里呢，我在备课的时候还看到这样的一个案例，也很好，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是指讲的是宝智禅宫的故事，大家都听过这个智公禅师。他有一次呢，带着两个徒弟行脚到一片西瓜田，当时呢正值酷暑，智公禅师就让他的大徒弟去向瓜农化缘一个西瓜，结果呢就遭到了瓜农的一顿痛骂，给骂回来了，没化到。那智公禅师呢再次让二徒弟去向瓜农化缘一只西瓜时，却得到了瓜农的高度礼遇，给了他好几个西瓜就回来了。那两个徒弟呢就向智公禅师请教说，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我们两个人有如此不同的遭遇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换一个人去做就完全的结果就不一样了。那么智公禅师就回答他们说，你们两个人过去世曾经是兄弟俩，有一天呢你们两个人在街上看到一个犯人即将被处决，当时的哥哥就是现在的大师兄，那么对这个犯人心生厌恶，就随口说了句杀得好杀得好，那么就造下了见杀随喜的恶业。那虽然呢被杀的这个犯人呢并没有亲耳听见，但是呢其实已经感应到了，在对方的阿赖耶识里就种下了这样的一个恶种子。而当时的弟弟就是现在的师弟，却升起对犯人无限的怜悯和同情，那么当然这也就种下了互相的善种子。那么过去世的那个犯人就是现在卖瓜的这个瓜农，因为这个因缘，所以今天你们向他化缘时结果呢就截然不同。那么从这个公案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丝毫的自己内心的善念和恶念都会有很大的果报，经过无量劫之后它都会变成很大的果报。那么如果过去世积累了很多危害他人的恶业，这一世呢就会招来很多人的反对和危害。反过来，如果过去世积累了很多利益他人的善业，这一世呢就会得到很多他们的恭敬和归顺。所以我们生生世世念念在在，身口意业全要恒聚善念，恒聚善语，恒聚善业，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给未来世种下很多好的果报。我们有的时候是随口说了一句不好的话，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这是因为我们无量劫以来都习惯于造恶，不习惯于呢行善，所以要有高度的警觉。那这个警觉呢就是靠我们戒律。所以这次静于闭关十天念佛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因为平时自己呢没有那么高的观照力，有的时候自己犯下口业
或者造作了不好的身业，威仪啊各个方面不以为然，那么师父常常批评，我也不服，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为什么总被批评？但是当真正静下心来，口里只念佛，心里只想佛，念念在在听经啊，每天读戒本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痛哭流涕，因为读一下戒本才知道，天天读自然就知道自己犯下了很多恶业。那么这些呢都是有因果的，如果不及时制止，自己没有那么高的关照力，就没有办法对未来呢起一个好的作用。所以戒律能够帮我们起很好的关照。我们居士呢因为尘劳戏缚多，很难解脱，受一个五戒都很难，只是五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不饮酒，都很难做到。那么更何况八关斋戒、菩萨戒。所以为什么我们恭敬三宝，比丘师父持250条戒律，比丘尼师父持348条戒律，是我们的多少倍啊？大家可以算，如果一个人持了满分的五戒的话，那么比丘师父都是我们的50倍不止。而且基本上所有的出家师父都会受菩萨戒，持重48清戒。所以自己呢在念佛的当中呢就特别感恩，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戒法，能够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带领我们去学习持戒，学习护持自己的身口意业。那么当我们身口意业的关照力提升了，自然然呢心就容易止静，在止静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念佛，再去从嘴里起这句佛号的时候，就很容易得清净、得法喜、得自在、得成片。因为自己造作的恶业多了，这些业呢都会障碍自己功夫成片。所以戒律的很大作用是帮助我们收摄身口意，不再造作障碍我们得三昧的业障。那么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努力的去看到戒律的重要性，认真的去守持，如果有违犯的话，我自己呢要生惭愧心、忏悔心，也生感恩心，然后呢努力改，能改多少就改多少。我们在佛经当中提到很多殊胜的果报，那么所有的果报前面其实佛都有加了一句话，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也就是说只有善男子、善女人才会有这样的果报，乃至于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也是对善男子、善女人讲的。那么佛在经中提到的善男子、善女人是什么样的标准呢？大家有没有了知呢？那么这里呢我们要知道，佛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呢也分三品：上品、中品和下品。这三品是依据什么分的呢？就是依据敬业三福。你能做到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下品善男子、善女人。那么接下来你能做到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中品的善男子、善女人。最后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
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上品的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师父提出来的净宗修行次第，就是依据净业三福提出来的这些标准。如果我们连下品的善都做不到的话，那往生呢是很难，没有指望。你说有的人可能一生造恶业，临终像张善和这样的一生杀牛，最后突然临终得遇善知识往生，这都是很特殊的案例。我们不要这个做这样的指望，因为他一生没遇到善法，最后呢蒙阿弥陀佛的悔过得生愿接引走了，那也是无量劫来所种的善根福德因缘感知的。那我们既然遇到了佛法，就要努力的依教奉行，不可以自己骗自己。学佛跟没学佛一个样，学戒跟没学戒一个样，念佛跟不念佛一个样，受菩萨戒跟受菩萨戒一个样。时间久了，自己在学佛的圈子里就变成了一个佛混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了，自己对往生的把握也不了知，提不起精进，提不起这种发心，提不起这种向上的动力，慢慢就懈怠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下面呢讲的是天道佑之，就是第二种善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不言而巧应，不招而自来。我果有以格之，无往不为所佑者也。然为自尽人事，诚心无见，所以终至隔天。就结经曰：一心如此，听命于天，可见非有一毫将盈希冀心也。那么这段话呢是分析天道佑之这个果报。天道无偏无私，常与善人相随，不必说能巧妙回应，不必特意招请，就会自然到来。我只要真能以诚心去感应，不管在哪里都会得到上天的保佑。然而只要自己能尽人事，不断以诚心应事，终究能感动上天。旧结经里面说，只要如此专心诚意，其余均听上天的安排就好了。可见善人行善是没有一丝一毫迎合希求的心的。那么这段话呢也是很重要。那么这个天道佑之呢，是指天道的天人会护佑和帮助善人，因为天道的天人喜欢善法，那么善人做了极大的善事，将来也会升到天道，成为他们的眷属。所以古语有讲，吉人自有天相，就是指这样行善的人。那么道德经里所说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个天道呢，其实也是指我们内心的这样的真如自信，是最美好的，最清净最自在。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他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不动摇，本自具足，能生万法。这五句话呢，展现了如来藏，展现了自信，所有美好的一切。那么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与它相合相应，所以你不用感应，自然有感应，不求好报，自然会有好报，不求人家恭敬，自然人家会恭敬，不求福禄，福禄自然会来。所以我们在行善的时候，你只管一味的去做，不必去问收获，收获呢是很丰盛的。
尤其我们真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当你一生呢好好的这样的念佛，全心全力的发菩提心，为一切众生付出的时候，将来走的时候啊，真的佛菩萨，无量无边的佛菩萨会在天上拿着船帆宝盖来迎接你，回到极乐世界大家庭。那里面所有的清净大海众菩萨都跟你一样，全是发大菩提心，全是念阿弥陀佛，都是在极乐世界决定成佛的。所以大家呢要有这种信心啊，不要做善事呢做着做着呀就做不下去了。其实我自己呢也是，有的时候太累了，有的时候是遇到很多打击啊、诽谤啊、羞辱啊，有的时候就会灰心啊，乃至于退心。那么这都是自己的智慧不足，信心不够坚固，信解力还不够透彻所导致的。当我们信得越深，解得越透，我们的信心呢就越坚定。当你的智慧越深广啊，知道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梦幻泡影啊，那有什么可执着的呢？既然是一场梦，既然是都是梦中佛事，水月道场，你何必挂在心上，何必去着这些人我是非之相呢？啊，所以常常做如是思维呀，自然而然就放下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必去忧虑，也不必去牵挂啊，也不必放在心上啊，心里随他起波澜。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常常心被境界所转的话，我们永远都练不成。所谓世路风波呀，都是我们的忍性之场，就忍我们这个躁动的性，就要忍住。所谓人情冷暖，都是我们的练心之境，就是在这里冷暖当中练我们的心不动。他对你再好你也不必动，他对你再不好你也不必动，就不要有喜怒哀乐，对我很好特高兴，对我不好我就很难过很生气，这都错。所以我觉得大家呢，我很希望也很建议我们华乐讲堂呢，每个月都有一周打佛期，打佛期呢全程受持八关斋戒，全程止语念佛。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听经，可以从头到尾把师父的无量寿经报恩坛或者阿弥陀经要解再听一听，否则的话呢大家很容易昏沉。像我们刚刚圆满的这次共修，我就听同学说我们昏沉的太厉害了，很多同学绕佛就东倒西歪，这个拜精修解药也有发困的，大家的精进力不够，我只能这么说，福报也不够。因为你们经历的我都经历过，我30岁学佛，33岁反正没有参加传统化论坛之前，没有做义工，没有出来奉献大众的时候，也想在家精进。当时我在大连有个会所，找了一两个好友，两三个吧，不多。会所的房子很大，200多平，我就把引磬准备好，把那老法师佛号一放，准备通宵念佛。第一天不到8点就上床了，因为实在是困得不行了，那引磬敲没敲都不知道。后来那两个在后面也都困得说，陈总实在是不行了，太困了，我先睡一会儿吧，睡一会儿再起来念。结果一睡睡到早上6点，一天就过去了，因为是利用周六周日。后来又试过几次，真的是不行。后来我想算了，我说这种方法实在不适合我，我是这样晚上不行白天吧。又隔了2年白天早晨3点多钟起来，跑到外面去，
边走边念，走着走着也睡着了，一下撞到树上不知道，特别特别困啊。那阵听老法师讲经啊，都不用听十遍，第二遍就是第二遍一打开就睡了，再一醒来就是讲经结束了。然后我说这怎么办呢，这根本就不知道老法师在讲什么啊。然后就跪着听，跪着听也睡，站着听也睡，拜着听也睡，就是那种昏沉，就是没来由的，怎么听都睡。后来呢，我就自己琢磨是自己的福德不够，听经的福报不够。我的这个昏沉是从什么时候破掉的呢？跟大家真心分享，从我发大心做一二年万人祭祖法会，做完万人祭祖法会，我确实消了很多业障，因为拿出很多钱财，倾尽自己的所有，顶了很大的障碍，自己全力付出，之后生了一场大病。我当时祭祖完之后呢，一个月咳嗽不停，身上起疱疹，随后呢做师父助理然后那一年下来之后我那一年听老法师讲经全部都是拜佛听的一开始拜的那简直腿都是直发软，最开始老法师讲经两个小时，我就看定弘师父在我旁边拜的那个轻松跟那个飞燕一样，就特别快，我到后来都要爬不起来了，我就坐在那儿。他说不行，你得拜硬拖着我拜。然后我突然之间就感觉昏沉消了很多，也会困，但是真正消除是从13年13年呢，自己遇到特别大的障碍在国内，然后呢提起精进，每天发愿，不管多辛苦，三万佛号，三部无量寿经，一部静修解药，我整整呢做了一年，一年当中只多不少有时候最多一天十部无量寿经，五万佛号，到最后的时候一点儿都不困。我现在比如说这一次我自己闭关念佛十万佛号，没有一句佛号是在昏沉当中念的，真的就是很清晰就是不困呢，不困晚上就不睡了，就念念够了还不困就读经，读完经还不困就听老法师讲经，然后有一天折连续几天都折腾到3点多，我说不行了，我得躺一会儿吧，躺一会儿5点钟不到我就起来了，起来我就拜佛拜一百大拜，拜完呢出个汗洗个澡，然后继续念佛。然后师父经常问我就两个问题，第一念满10万没有，我说特别轻松，念10万对我来说现在不累，只要不做事情基本上在家15个小时之内肯定完成。我见到佛没有，没见到佛，我见到自己一身的问题，但是我跟师父讲，我说我感觉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念佛不再像以前会有急躁不安或者是赶佛号或者昏沉都没有就是这样在屋里我就在屋里，从屋里走到屋外，屋外走到屋里。然后以前呢我是特别怕热，屋里一定要开空调，念佛念到最后呢，我就连续几天屋里没开空调，不觉得热，觉得自然风，就能感受到自然风的那种凉爽。半夜1点多坐在自己家前院凉席上念佛就什么蝈蝈声鸟声什么声都能听到，然后觉得声音怎么这么清楚呢然后佛号声也特别清晰，脑子特别的清楚。所以后来那个同学跟我讲说，大家共修的时候昏沉比较重，那么我唯一的建议是希望大家能够发大心，多行善事。当你善根福德很深厚的时候，你决定不会昏沉。我见过师父上人身边的大护法，12年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在摄影棚里听经，我特别羡慕他，因为他眼睛从头到尾一眨不眨，从来没有昏沉。但是后来我有问他是不是天生的，他不是因为他护持老法师10几年，他到最后就是不昏沉也不掉举。所以大家要多行善，行善的福德是不可思议的，当你把所有的善根福德也回向给一切众生，普于一切众生，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
啊，那个时候就更不可思议了。所以大家呢，多做好事，做得越多越好，趁着自己年轻，趁着自己手脚还能动，就不要有什么退却。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不重要，别人怎么评判不重要，只是一心的向善，没有任何的希求，没有任何的迎合谄媚巴结都没有，我就是为了众生好，我来到这个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这是我唯一活在世上的目的，没有别的。你说还有孝养父母全在这里面，当你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你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一定会做得非常圆满。因为我们师父在做这个净宗修学次第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就是发菩提心啊，以发菩提心全贯三福是宗旨，就是说你从孝养父母开始一直到劝进行者，没有一句话不和发大菩提心相关的。如果你孝养父母没有发大菩提心，那个也得不到真实的福报。所以你孝养父母也是为了利益天下一切的父母啊，自己要有这个心。那么这里面也举了两个例子啊，我们来看。宋朱子曰，天地一无所为，只以生物为心，人念念在利济，便是天地也。和天心者，天安得不佑之？那么这是宋朝的朱熹，他就说道，天地的作为毫无夹杂一点自己的意思，只是以生养万物为自己的心，人若能念念都在利人济物，便如同天地之心，凡能契合天地之心的人，上天怎么会不保佑他呢？这是真实自在的。而且你善事行得越多，你的正能量啊越足，你在任何地方你没有任何的畏惧感，你到什么地方都不会有害怕紧张胆小怯懦，都不会有的。那么下面举了两个故事啊，第一个是刘安世的故事。宋刘安世抗书甄别朝臣邪政，又论章敦小人不可用，即敦用事攻远串，历山泛海，千流不一，人为攻必死，竟无恙。年八十，未尝一日病。当公贬时，一人迎敦义，请杀公，即持至公所，将你行事，忽若为误机，吐血暴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故事讲的是宋朝的刘安世，他是刘恒的儿子，从学于司马光啊。司马光当宰相的时候推荐他为秘书省正字，累进谏议大夫。那么他为人非常的刚强正直，大家都非常的敬畏他。当时有个奸臣叫张敦，非常讨厌他，那么就上书，他这个刘安世啊经常上书直言分别朝廷大臣的邪政，又谈到张敦是个小人，请皇上不要用他。等到张敦执政的时候呢，刘公立刻就被放逐到远方，翻山越岭，漂流四海，迁移流离，没有定所。很多人都说刘公一定会死的，但他竟然安然无事，活到了80多岁，不曾有一天生过病。当刘公被贬官流放时，有人为了迎合张敦，请求前往刺杀刘公。当他走到刘公的住处时，正准备动手刺杀，突然像被东西击中，当场吐血暴毙。
这是讲啊，这个善人呢，自然得天佑啊。所以你真正行善，不用怕任何天灾人祸啊，都有吉神、善神、护法神来护念。那你要行恶呢，当然就会惴惴不安，心里就会长生恐惧感。所以人呢，一旦学了感应篇，明白这些因果事实的道理，那当下呢就改往修来，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不作恶，丝毫之恶都不做，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们读戒本，戒本说的多好啊，那么细微的小善呢，你都不要放弃，努力的去做。很细小的恶事呢，你也不要啊去觉得无所谓，觉得做了没关系，或者说一句话不当回事儿，这些都会有很大的果报的。唐子虞自蜀扶复旧归汲水，时秋水方壮，瞿塘流更湍悍，天雨周人大恐，子虞仰天大哭，才痛一声，水已退二十余丈，既过水复如初。这是指唐子虞从四川他来扶持父亲的灵柩，就是父亲去世抬着棺材在河上走，那么乘船要回江西的汲水老家，当时正是秋天水涨的季节，长江三峡中瞿塘峡的水流更加湍流猛悍，而且又碰到下雨，船夫很是感到恐惧，子虞非常伤心，生怕不能将老父亲的灵柩带回家乡，就仰天大哭，哭了一阵，江水立即迎声退了二十多丈，等他乘的船通过之后，江水又回流过来，和当初一样汹涌。我们看下面的分析，呼忠孝为德之首，故天道佑之如此，兹举二案以利其余，人能随事隔天，亦必随事护佑也。那么这是说到忠孝是所有万德之首要，所以上天呢才会如此保佑尽忠尽孝之人。现在举这个两个例子，前面的刘安世讲的是尽忠，后面的唐子虞呢讲的是尽孝。那么再用来比照其他的案例，人如果能够随着这些事情做到忠孝，必然能感动上天，那么上天呢也就能随着这些事情来保佑我们。那么能够真正尽孝的人一定会尽忠，忠臣无不出于孝子之门，真正尽忠的人也是能够圆满尽孝的。我们在基金会工作也好，在任何一个道场做义工也好，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要求尽心尽力，既然答应了就全力以赴的去做，不要有十分力我们只用七八分，用了七八分呢再加上自己的分别、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是非，再减掉个三四成，最后呢可能连二分之力都没用上，你所行的善呢就大打折扣了，时间久了人的信用也没有了，做什么事情不可以虎头蛇尾，刚开始答应得很好，等到一问结果没有结果，或者是做一件事情毛手毛脚敷衍了事，不去想着认认真真的完成。我们面对的所有的境界，你要知道都是佛境界，你所念的佛号展现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件事身上、每一个物身上，
你对人恭恭敬敬，对事恭恭敬敬，对物恭恭敬敬，你将来念佛也一定是恭恭敬敬的，你就容易入一心三昧。你如果在所有的这些境界上，你去挑选分别，我对这些人这些事我恭敬我认真，对其他的我不认真我不恭敬，最后很难得三昧。那里面有间断，有夹杂，有分别。那我们念佛要求的是不间断不夹杂，不要去分别。所以大家要了知怎么才能念这句佛号。因为很多同学把念佛和我们做事分开了，其实是一体的，不是两件事情，你不必去分别。念佛就是做事，做事就是在念佛。佛号不是一个具体的四个字，佛号体现在我们心性所展现的一切万法境界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要认真，尤其是年轻人，你养成认真的习惯，一辈子受益；养成敷衍了事的习惯，最后呢是把自己害了。等你想改的时候，已经改不过来了，根深蒂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多考虑一下别人，不要总考虑自己。你总考虑自己呢，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好。你换个角度为别人考虑一下，想到别人的不容易，自然然呢，你自己呢也就会设身处地的能够提起一些正念。所以我们做义工啊不容易，大家常常升起感恩心，感恩佛菩萨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常常升起惭愧心，惭愧自己做的还不够好，也常常呢升起那种无限的随喜赞叹心。不管别人做的如何，不要去看人家的过错，只看自己的问题就好。外面没有过错的境界，都是自己的心不圆满显现的。当你心圆满的时候，显现的境界就都是圆满具足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改这个习惯不容易改，但是大家努力跟自己做超越都会成就。所以忠孝啊，大家好好多听听这个课，在这两个字上多下功夫。忠孝做的最圆满的就是佛陀，其次是各大菩萨，对一切众生都能做到全心全意的忠孝。所以有一阵儿，师父上人给所有人的题字就是那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叫全心全意？因为我们不够全心全意，都是三心二意啊，也没有说为一切人民服务，挑一挑为哪些人服务啊，其他的人就不服务啊，这是错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下面呢讲的是第三个果报，第三个果报是福禄随之。圣贤君子言善行善，和气感召，自然嘉祥谐应。诗曰：乐止君子，福入身之，即随之之说也。那么这是讲行圣贤之道的君子，他呢语言善，行为善，因为和平气氛所感，自然会有吉祥瑞应。诗经当中说，乐止君子，福禄深知，祝福那些行善的君子，福禄都将由此而生发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嘉祥瑞景都会随着我们自己的善心不断的赶来，这是理论。那么福呢，是指我们内在的身心的快乐，这是有福报的人，身心都非常的快乐，很自在。
那么这个禄呢，原意呢，它是指官员的薪水和俸禄。我们这里呢，是指外在的这些物质生活的资具，还有受用，乃至于社会地位都比较高，这是指禄。福禄随之的意思就是不仅内在的身心快乐，外在的这些受用资具和地位也都会跟随着善人。那么我们要明白一点，这里讲的福禄呢，不是世间的富贵，世间的大富大贵之人不一定是真正有福之人，忙于世事，反而不能够专注在内心境界的提升。这一世的富贵享完了，那么可能来世呢，就要堕三恶道中去遭罪了。真正有福报的人，是能够遇到善法，遇到善知识，知道如何解脱这一生的生死习缚，知道如何让自己的灵魂能够得到安住，自己每天呢，不再焦虑，不再恐惧，不再忙乱，而是充满了法喜、自在、吉祥、安乐，是在这种状态当中。所以这种发心呢，我们要长长久久的熏习，让阿赖耶识当中种下的全是能够导致自他均安乐的种子。当这些种子起现行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会享受内在的身心安乐和外在的这些资具受用，生生世世都是如此。我们很多学佛的同学受用都不自在，家里很贫困，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真正做到三种布施：财布施得富贵，得财富；法布施得智慧；无畏布施得安康，得身体的健康。生生世世三种布施都要修。你这一世所得到的是前一世修来的，你这一世继续修啊，也会给来世做种子。那你哪一种缺呢？就是哪一种没有修好。所以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努力的去做，不要懈怠。我前一段也有跟身边的小花说，我说你们呢，有的不是义工，是职员。基金会有发工资，工资也不低，因为香港呢有工资法，大学生呢也都要给到10000以上。我说10000，我相信你肯定一个月花不完，你拿不出1000，拿500，拿不出500，拿100，拿不出100，你哪怕拿10港币、5港币，每个月你能用到法布施、法宝流通。随喜大家做呀，能够用到财布施上都好。你不能就这么迷迷糊糊的不去做，做与不做差距甚大。你看我们师父上人讲经多少次提他年轻的时候，张家大师让他放下，从哪里做起呢？从布施。布施从哪里做起呢？他说他没钱，从1毛钱、2毛钱开始做起。我们不要说哎呀我这钱舍不得啊，我都得攒上，我就做点内财布施吧，自己有体力干干活随喜一下。你内财外财都要布施，得到的果报是不一样的。我知道我们基金会有一个职员，他就是绝大部分的工资供养父母，自己呢只留1000块钱，500块钱全部供养基金会，500块钱留给自己自用，非常节俭，是个男孩子。我就很赞叹，因为什么呢？他知道怎么给自己种善因，将来得善果。
一点点将来都不可思议，不在做的多少，而在于你做的多久。事出世间法成功啊，有人说就两条原因啊，无论你出世间法能成佛，还是世间法你能成圣成贤，就两个原因。第一个，坚持不懈，努力不放弃，就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当你要放弃的时候，再看头一条原因，两个是一样的，就是永不放弃。我们做事情啊，就是坚持不够。我从去年1月份2016年1月1日带动持戒念佛群的同学报功课，到今天我一天没有落过，哪怕我40度发高烧，我半夜爬起来也把功课报到持戒念佛群。我闭关前跟持戒念佛群的义工说，我10号闭关手机就关机，18号我把晚上我把所有的9天功课我一起报给你，还有心得。义工说好。18号他说，老师你的功课呢？因为我18号没开手机，19号早晨打开第一条信息就看到他的信息，我就给他发过去了，发给我9天的功课，每天佛号10万90万，拜佛我有一天多拜了100，所以是1000拜，10部经10部戒本18观斋戒，还有自己的4条心得。那么他也很高兴啊，他护持持戒念佛群将近2年，是一个美国的义工，在美国的年轻的义工，特别不可思议。因为他去年刚护持持戒念佛群的时候，就从美国给我发微信发邮件，说老师啊，我可能做不久了，我发现我得癌了。我当时吓了一跳，我说你才20多岁啊，26不20几。他说得开始化疗，全家人很担心，因为他是独女，他跟他丈夫两个人一起移民美国啊，都是高才。我说你要相信老师的话，因为他一直听我的课，听了好多年，对我非常非常的尊敬。我说你要真听老师的话，你就好好念佛，好好拜忏，好好护持这个持戒念佛群，一定呢都会没有不能改，你相信我。因为他好像得的是子宫肿瘤，所以呢当时医生就说他这辈子不可能要孩子了，要化疗，要做手术。结果我闭关，当然我闭关念佛也都有回向身边这些义工。19号一出来，他第一条信息是跟我要功课，第二条信息呢就给我发个一个巨大的喜讯，说老师我刚刚在美国又做了一次病理的全身检查，竟然神奇的发现一个癌细胞都没有了。医生惊讶的无比，就一个劲儿的问我怎么回事。他就跟那个医生说念阿弥陀佛，当然美国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老师我现在好像可以要小孩了。我说可以啊，你求观世音菩萨给你生一个健康的吉祥的快乐的能学佛的能护持佛法的好宝宝，菩萨一定满你的愿，没有问题。我还有一个以前做我秘书的也是美国的同学，在美国前两天美国不是来那个哈维飓风吗，然后赶上她怀孕10个月要生产，那么她要生产的前10天飓风来了，正好她家就在德克萨斯州，她无比惊恐的给我从美国发微信，在微信里就跟我喊老师啊怎么办怎么办，直升飞机来了要拉我们走，我这大肚子我是走还是不走。她是嫁给一个美国人，公公婆婆都是老外，都让她赶紧上飞机走。我说你不用走，走什么呀，马上要生了，那么大肚子啊，她那个孩子很大。她说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说念观世音菩萨呀，人有急难恐怖的时候不要一心求观世音菩萨吗，你先三称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这是全称，你三称称3遍，
然后你呢就称南无观世音菩萨，就念一千声。你带着你先生和美国的这个你的公公婆婆都一起念。说他们不会，我说不会就让他们听着，你自己念，念不动了就听佛号机啊，然后念累了念不下去就念普门品，普门品念完了再回头再念观世音菩萨。我说你不用走没事儿。结果呢他那一片啊，他住的是个庄园啊，都走了他就没走。他家是最后一个停电的，第一个来电的啊，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个水呢就到他家的那个门口就停了，就没到的，家里一点都没发生变化。他给我拍照，就在他家那个大火炉前，他先生和公公婆婆围成一圈，拉着全家人在那念观世音菩萨。隔了一周就去医院了，生了一个九斤八两的大儿子啊，很大。然后那儿子生下来也不哭也不闹，特别可爱。然后他说这儿子怎么办呢，我说都跟师父结缘听地藏王菩萨名号。他就在那个火炉前，他家那大火炉前放了一个地毯，把他那大儿子往那个火地毯上一放，把咱师父的地藏王菩萨名号一播，他儿子就一天到晚在那听师父念地藏王菩萨名号，特别特别可爱，很健康，顺产，还没用剖腹。我说你生产的时候也是就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不会痛的。他进去不一会儿就生了，生完就给我发信息，也给我助理发信息，很好。儿子的名字是我取的，他怀孕的时候就让我给取名字。我说你也不知道是男孩女孩，这怎么取啊？他老师你男孩女孩各取仨，我选。我就男孩取了仨，女孩取了仨。后来他六个月的时候测出是男孩，我都是从无量寿经里给他取的。那个男孩他用的是明达两个字，因为无量寿经里有一句话叫智慧明达，我说男孩用前面加个姓，无论什么姓叫明达都挺好听的，明白的明，通达的达。我说男孩子嘛就是又要明白又通达，就是特别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哈，人要常行善，念念都为别人着想，念念呢都去做这些善事，最后呢你的快乐你的幸福和受用生生世世都会跟着我们不会变的。那么他这里呢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是唐朝郭子仪恢复两京功盖唐氏，以身系天下安危30年，教中书令考凡24，富贵受考子孙荣显，为古今所坎匹，夫郭公被俘后路，以功大德治耳，非幸至也，为善者思之。唐朝的郭子仪啊，我们在前面讲这个忠孝篇的时候多次有提到他啊，是唐朝的一代名将。他虽然是武将，但是一生呢非常的善良厚道，所以他的果报很好。因为一般武将呢因为杀人呢果报都不好，但是呢他不一样啊，他呢就非常的善良。他在平定安史之乱后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功劳盖世，超过唐朝所有功臣。他以自身努力维系唐朝天下安危达30年之久，做中书令24年，一生富贵长寿，子孙荣耀显赫，从古至今都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那么谈到郭公能拥有如此盛大的福报和丰厚的实禄，都是因为他替国家立了大功，并且本身德行也到达了相当的境界，所以才能享有如此福报和厚禄，绝非饶幸所得到的。行善的人都要好好的去思考。那么第二个讲的是明朝凤阳的郑照。明凤阳郑照，日悟利人，一夕梦至天府，见神设虚位以待，曰：子本贫寒，原为善，故命福禄二神随子而行，后日复居此位。照悟
善念欲坚，声名亦著，导处则金银称足，所至即福禄偏身，子孙富贵繁衍，荣膺禄养，以至终身，后果失解，正位尽遇真人。那么明朝奉阳的郑照呢，他是每天都在思考那么行善利人的工作。有一天晚上他做梦，梦见自己到了天府，看到天神为他预设了一个位子等候他，并跟他说，你本来是属于贫穷人家的，因为你一生极力行善，所以命令福禄二神跟随你，以后你会回来居住在天道这个位置。郑照因而感悟，善念更加坚定，声名也更为卓著，所到之处金银不缺，福禄跟随，子孙都很昌贵，富贵昌盛，荣耀极深，福禄不断，终生如此。后来果然就是成仙了，所谓师姐就是说修仙的人他就是成仙而去，正得境遇真人的这个仙位。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分析。颜渊妖鱼漏相，疑其恶于守阳，原现之贫，犯谤之行，乃修德而少福禄者，善德之所在，日月争光，非寻常之福禄可比也，成人取义之事所当知也。那么这段话呢，讲的是有人会疑惑啊，有人会疑惑，颜渊是圣贤，为什么短命死在陆相当中，就是颜回啊。那么伯夷叔齐也是圣贤，为什么会饿死在首阳山中，原先为什么贫穷而犯谤却被判刑砍头而死呢？这几位圣贤都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只是他命里缺少福禄而已，然而他们的善美德行所在可与日月争光，而不是一般寻常福禄所可比的，这也是成人取义之事所应了解的道理。那么这些呢都是历史典故啊，像范棒在德育故事动画片里都有讲，如果我们带小孩家里看都能看到啊，我就不细展开讲了。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福禄啊，确实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也要常常的去多思维这些事情，要明白真正行善事啊，果报一定是很好。如果暂时呢有不如意处啊，这都是在消前世的恶业，不必去理会。我们有的时候境遇发脾气，师父就说，你念了那么多佛号怎么还发脾气，我说不念佛号就更惨。印光大师文钞当中就讲过，我们自己啊无量劫来造的恶业真的是无量无边，自己没有天眼，没有宿命通，看不到，但是自己能感觉到，恶习很炽盛，烦恼很炽盛，福报很薄，智慧很浅，在末法时代身边的善有少，恶有多，善缘少，逆缘多，增上的缘少，能够给你拉下的缘多。我们这一生啊，想去极乐世界做佛，是要付出全身心的努力才能做到的。不要羡慕别人，哎，好像念两声佛人家就被助念就走了，去极乐世界了，没那么容易的啊！所有的事情真的都是要自己好好的努力思维啊，全力以赴的去做，没有白付出的。我们身边所有的案例都是这样，
啊，因为我见的不多，但是见的每一个往生的都给我感触特别大。我身边有很多，啊，我们自己真正做好了，第一个受利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亲生父母，就是我们的祖先，就是我们的儿女，他是我们至亲的人，缘分最深的人，不管跟我们是善缘恶缘，但是他一定跟你缘最深。那缘深呢，就一定是他们最先感应到，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全力做，做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思维，你太多的去考量这里考量那里就做不下去了。我有的时候也是，要想想这个东面的人这么说，西面的人那么讲，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不用讲，就全力以赴的去做。我们在这个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旦刻定了目标，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有这种劲头的话，事出世间法都能成就，都会有护佑的，佛菩萨护念。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也没有讲完，下次有时间呢，我们再继续再往下学习，就是后面两个果报，众行远知和神灵未知，没有讲。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